过道狭窄，书桌都放不下，耽误工作学习，不如稍微改造一下。一，顶上做个双眼皮石膏线，简洁更时尚。二，直接靠墙起地台，加上弧形隔断，靠墙做个收纳柜，放常用物品，下面放上 1.5 米宽的床垫，睡两个人都可以。三，严格段做直角大书桌，学习工作不耽误，书桌上方再做一排吊柜，增加储物空间。四，小卧室这样做，面积虽小，功能齐全。